吃到一半，我好像还在跟小燕姐讨论我最近拍的戏，我还给她看预告，看到一半对，然后她就突然说：“大家等一下，这样子。”那她有跪下来吗？一定的啊，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。是啊，对对。但她有说了一句：“膝盖很痛。”所以是其他人都知道吗？就是小燕姐啊，是这样。好像他们也不知道。对，当下有掉泪。一定的啊，想说我先培养一下情绪，没有啦，就是一定会感动的。而且自己原本的想象中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境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要怎么发生。所以你说满不满意，我觉得重点不是过程是什么，是那个人是谁吧，对不对？Selina，我说你说一句说，就是谢谢你爱我，比我爱自己还多。嗯，就是跟他相处这些年的。感觉对，他是如何让你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很被呵护啊，照顾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很累或是干嘛的时候，然后他会比我还 take care 我自己的身体。对，就是我可能什么事情我自己没想到，他比我多更多想了一点。对，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都没对自己这么好。现场就讲那句话，对。对，那句话还没有，我觉得蛮意外的是，就现场的人哭得比我还崩溃。对，有谁哭得最惨？他们说小燕姐哭得很惨。对对对，不知道。没有，我真的不在意他几颗啦，真的。就算上面没钻石，我也无所谓。我其实觉得，重点是谁给你那个戒指，不是那个戒指是什么款式。